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剑会的暴力对决，观战方式熊力团队，对面是闰土他们团队啊，夫子庙的顶级三公。哎，夫子庙他们那个帮派叫幻血阁吧，啊，好像叫个幻血阁啊，现在已经进入了年度帮派联赛的四强了。那观战方这边选择上的是一个双神木，一石火化神加地火的组合，俩血神木啊，开了一把虎阵，为了一个狮驼开一把虎阵。那对面还是鸟阵啊，双灵波一石的化神加地火的组合，鸟阵也是拿到了一把大克，而且对面是拿到了一速的啊，你这开虎阵确实是对于兄弟来说是极其的不合算的。虎阵没有一个速度位啊，你既要抢速度，然后又开虎阵。虎阵仅仅能给观战方提供的就是一个输出位了啊，一个狮驼岭虎头的输出位。虽然还有俩防守位吧，啊，虽然虎阵这边还有俩10%的双抗位啊，但是有一说一，对于熊力他们整个团队的一个抗性来说啊，这个双抗位是毫无意义的。对面开场第一回合直接翻江搅海啊，不过是已经成功的点杀了对面的闰土啊，观战方压力也会小一些。前排一个叶罗刹先神游一手，俩血神墨也没有血雨，那下个回合也就保留下来继续点杀的一个能力。狮驼岭再来一把疯狂阴阶，前排的叶罗刹帮着扛伤害了，俩血神墨也就不用挨打了嘛。哎，但没叶罗刹你也不好点的呀。4800，5100，观战方虎头狮驼起飞，输出不比对面差的。虽然被大克，但毕竟是虎头位，这个输出也是非常的舒服，而且变的是蛟龙卡片，为的是清对面的隐身宝宝。但终究是只有一个狮驼呀，这叫啥？独木难支啊，独木难支。幻虚迷再冲一冲，单抽观战方竟然不用血雨，你这血神木改法神木了？贪呐，舍不得自己的血雨，血雨完了还得休息。多少还是有一些舍不得的。幻熏迷再招，跟对战方拼命，带走一个转圈圈，继续小怂，再点个狮驼，舍了一把，舍的是哎，应该舍的是对面的地府啊，应该是舍的地府，但地府倒地了，下滑到了闰土身上，但闰土呢他又没上线，所以舍了900多啊，舍了900多。暴力城6500啊，咱就说这个双抗位有啥用啊，那是真没用啊。所以观战方这个阵法一开的话，只有一个狮驼有用，其他都没有。哎，又来了一把破碎，那这狮驼没蓝了呀，对面这暴力城还不一定能死了。又敲死一个血神墨，慈心洗澡，再招幻阳护，狮驼倒是也有慈航，
看有没有机会辞出去啊，得163保护一下163，对面再换一个。继续163，师陀是有慈航的啊，师陀是有慈航的，你回家了。就剩下最后一个隐身宝宝，这比赛打得有点快啊！怪难风师陀果然是慈航的，慈航起来就还有的玩。连环击，5回合直接给送走了。